我来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洗卸合一的洁肤露，来自 Amin and Co 永久花肌活洁肤露，也堪称是用洗的保养品，非常适合各种族群，像是孕妇啊、医美术后还有小朋友。接着就来开始我们的卸妆的部分，直接看到底有多厉害。先来卸一边嘛，干手，然后脸部也是干的状态来使用，简单洗一下之后搓揉，非常的绵密。之后呢，我们就往脸上开始卸妆，简单轻轻的这样搓揉就好，这样就非常明显的。接着我们使用这棉绒巾在我们脸上直接轻轻松松来哦，看有没有，有没有，哇，很干净哎，这边整个透亮，非常的有光泽，完全不会油腻，而且完全不会感觉到皮肤刺激。这产品呢，小朋友也是非常的适用。我们现在帮小朋友帮他洁肤一下，我们先将轻轻的抹一点，均匀的用在脸上之后，我们将轻轻的把它擦下来，轻轻松松。超干净的哎，所以像这产品也是非常适合小朋友。那接着我们就来洗脸吧，然后二次的清洁会更干净。那我们可以搭配他们这个起泡网之后，会让整个像云朵般的蓬松感更深入它的这个肌肤里头去做清洁的部分。大概只有两三下，然后开始搓揉。哦，我们看到，哎，这泡泡超多的，哇塞！好的，那我现在已经洗完脸了，有没有感觉非常的有光泽、Q 弹，而且不紧绷、不干涩？因为它的成分都非常的天然，那它主要的功能呢有保湿、修复、抚纹、净肤，因此啊非常适合像我这种敏感的肌肤，医美术后、孕妇、小朋友都是可以使用。它很厉害的是，它还有荣获了2023年世界品质评鉴大赏，而且还有 SGS 检验合格。接着我要推荐这个产品呢，永久花奇肌青春露，它是一款利用了精华液的配方调制而成的高机能化妆水，同时呢拥有了化妆水的清爽。以及精华液的滋养，所以啊，非常适合像我这种想要简单保养的我啦，耶！它的使用步骤呢，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拿着这一瓶，挤压两下之后，拍打往脸上，这样轻轻的抚摸它，也可以稍微的轻轻拍打在整个全脸，让它均匀的吸收，而且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清爽，不油腻不黏腻。这一瓶呢，它使用了非常厉害的成分，叫做水克菲尔酵母，也被称为天然的焕肤因子，给肌肤喝的益生菌，可以照顾肌肤的健康，增强免疫力，让肤况更稳定，非常适合像我这种敏感肌肤或者是医美术后结痂的脆弱肌肤，孕妇也能用哦。我的脸能够如此的帅气，就是因为有他们，我真的非常的感谢这么天然的产品，让我的肌肤能够维持得这么的好。有这样品，你就可以完成脸部的清洁以及保养，非常推荐想要懒人保养的各位哦。